哎呀，新年了，睡觉。要么一直听着我喝，爸，你在干嘛？我用你电脑查个东西。哦。妈，还好久吃饭？还有一个小时。哦。然后再打一把。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，碾碎他。吃饭了。啊？去壮族队，明天吧。11点钟，说了10点半睡觉。啥嘛？起来吃饭了。弟弟，弟弟，弟弟，快上！弟弟，弟弟，快来上来哦！咋走？没事。好久没回家了，以前还害怕黑不敢关灯。喂。外卖小哥，我妈他们睡觉了，你等下来送外卖的时候不要敲门哦。好，好。那我叫三伯，你外卖到了。弟弟，你带你朋友来咋不跟我说呢？